板娘要煮什么啊？今天要来炒这个黄梨炒饭，这个料哦，黄梨、腰豆、葡萄干、鸡蛋、菜、五味豆跟那个摘的香酥鸡，一些辣椒。香酥鸡也是切粒，也是切粒粒。这个腰豆哦，该弄好了，炸好了。这个是那个葡萄干，好了，我们来开始煮了。我切辣椒先，给点辣辣，好吃。放盐了。